这是一颗即将毁灭世界的小球，只见小球顺着草地滚进球洞，接着又从球洞滚进了下水道。很快，小球表面有毒的物质就在水中扩散，没多久，地下的饮用水就全被污染。随后，饮用水又通过水管来到了这杯水里。此时，一个女人将水递给了男人，男人想都没想，一口气就把水全部喝光。下班后，男人本想买些水果，可就在这时，男人忽然感觉嘴里有什么东西，他回到家中，拿起镜子照了照，没想到自己的牙齿竟然变成了绿色。 紧接着，男人就感到身体一阵酥麻。此刻，妻子正在浴室里洗澡，只见男人快速跑到浴室，然后对准妻子的脖子一口咬下去。男人径直地走进浴缸，接着便望向了窗外，同时他的眼睛也变成了绿色，而他的妻子竟然也变得和他一样。此刻，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爆发。与此同时，带有病毒的自来水迅速在城市中扩散，凡是喝过自来水的居民都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异。